为你谋害过的宋丹平。
先生，你要明白，宋先生要你帮助他的，不是为了他的个人，是要你完成他的心愿的。
李小姐，我把一件事情完全告诉你吧，我不是宋丹平，我叫孙小欧。啊？什么？宋先生本来没有死，可是他被那汤俊害的，简直不像人样子了，怕你看见害怕，所以叫人家告诉你说他是死了，想不到又把你急病了。自从他跟我做了好朋友之后，他就托我替他来安慰你。上次和小姐见面的实在就是我，这都是宋先生希望您恢复精神的一片苦心。啊，他现在怎么了？他现在被汤俊打死了，同时军方方面也发现他是革命党，现在这一下是绝对活不成林小姐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同时丹平的牺牲就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，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去奋斗，打破这黑暗的势力，为大众来争取自由，完成丹平一生未了的志愿。Oh, yeah, yeah, yeah.
山下有我之风露。